去这几天，在我们这个会堂里面摆了将近2500张的椅子，然后有全台湾加上很多海外行道会体系的人，全部都回来参加了我们今年的烈火特会。有多少人你也有参加？可以跟我挥挥手吗？好，蛮多人都有参加，很多人还穿了早上的衣服。我想鼓励大家，这几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你知道参加烈火特会的年龄层啊，大概都是你的年龄层的2倍到3倍到4倍的人。所以如果你13岁，你就要想象是39岁以上的人来参加，是52岁以上的人来参加。如果你20岁，你就要想的是60岁的人来参加，是40岁的人来参加。但是我想给你们看一小段的影片，是在这一场的聚会当中敬拜赞美的样子，所以我保证你们看完之后会非常的震撼。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影片。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全场2500个人，不管他的年纪比我们大多少，但是他举起他的手，他跳起他的脚，不断地在上帝面前热情疯狂地敬拜赞美。他们每一个人的年龄层都比我们高出好几倍，所以今天我真的很想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更应该是有活力来到上帝面前热情敬拜赞美的。这个声音你知道比他们真的小声太多了吗？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是比他们更有活力更有热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赞美的。我鼓励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今天晚上让我们拿出全心全意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在圣经上面说我们的神是配得大赞美的神，我们的神有多伟大，我们今天就应该拿出多大的力量来敬拜赞美他。所以不要管你旁边的人在干嘛，你就是欢喜快乐拍手鼓掌跳跃旋转的来到上帝面前，但不要闭起眼，我怕你摔倒。所以年轻人你们预备好了吗？年轻人你们预备好了吗？数到三的时候，就让我们把一个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上帝。1、2、3，哈利路亚。
是我的完全。
血，敞开天上的门，从天降下的恩典，永远不会断绝。举起你的双手来宣告好吗？呼求神，阿们。今天晚上，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来呼求，向他说：“耶稣，你更多的来触摸我们，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举起我们的双手，让我们享受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有什么比大地辽阔，也高过无尽的苍穹？有什么比大海更深远？有什么更伟大？是什么照亮我的心？
这些，每一天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为我们舍下了一切。我们向你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愿意更多靠近在你的怀里。为了爱你离开天上来到世间，背定十字架，愿在我认识你
享受在你的同在里面。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更多的向神来祷告，对他来说，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上你。哈利路亚，是的，啦啦啦啦啦，你的耶路巴巴巴巴，是的，啦啦啦啦啦啦，你的耶，是的，啦，是啦啦啦，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呼求。我们愿意，耶稣，我们愿意更多的向你，耶稣，我们愿意更多贴近你的心。哈利路亚，让我们将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爱耶稣的人大声的来拍手，大声的来呼喊。哈利路亚，我愿意每一天更爱神。又到了一个令人期待的时刻，我们要来欢迎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会堂，待会数到三的时候呢，我要邀请你从位置上起立。你是我们的贵宾，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所以新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数到三，一二三，新朋友请起立，欢迎你。位置上起立，要邀请所有人一起从位置上起立。好，
待会呢是我们的两分钟，可以彼此打招呼，彼此问候，所以两分钟计时开始。